经历都是差不多的。最近你看打比方，爱到在咱们厂子，我最近做一下，后来厂上服好了，到今啊今天从今天从这到到这里，在小宝九点钟要上电视，我好弄在干杯的，不到五点去。哎，不是看电视，九点钟我要回去看那个科学的电视。你看看，看什么？你看什么？